找个演员阿姨假装我的复合女友，再买一双水晶鞋，整一下老爸。看着门口的水晶鞋，一脸疑惑。哎，经理粉，孩子。啊，四十号。你好，你好。这金一分你说打三岁的嘛，到底打好多岁哦？别的才比你大三岁嘛。给我三三。你们咋认识的？他是我的榜一大姐，经常给我刷家乡话。哎呦，欢迎三姐。哦，你说。老孩子这儿哈，你电话就没停过，不尊重长辈嘞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乖乖，你看啊，给你买个新车车哦。我买车啥子嘛？不要生气嘛哈。哎，杨先生，把我最大的套房子也给你，咱们开心就好。不要以为你这房子车子就可以收买到我的心，爱情是可以拿物质来衡量的，说。我是那种物质的人，说。所有的男人里面啊，我最爱史密斯，我想快点和他把婚结了。老汉儿，你觉得呢？这里的，这那个钱是？哎，没事，我这个。给我。狗。但是我们年龄差那么多，比我们老二还大，那咋办嘛？只要你们真心相爱，我说啥办？